营地里有太阳能热水器，你去冲个热水澡吧，解解乏再睡。没错，所以来这个荒岛上，我怎么可能不带着弓箭呢？有时我真希望你能够笨一点，总被你猜到我的心思，我还怎么哄你开心呢？稍等我一下，我们尝试一些刺激的游戏。可以了，等下我会用弓箭做滑索，从这里滑到对岸去。你可能要委屈你抱着我，我带你滑过去。再往下一点，抱我的肩膀，把手插在我的后背与背包之间。抱紧一点，可以把头枕在我的胸口。如果等下害怕的话，就闭上眼睛。其实仔细算起来，最多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。你都已经问了好几次了，当然没有。
我的背后还垫着背包呢。你说的或许是比较稳妥的办法，但抱歉，是我不能接受。你选择了与我同行，我就有责任保证你旅途的安全。让你身陷险地等待他人的救援，我做不到。当然，我也并不是逞强。如果我当时真的找不到脱困的办法，我一定会选择救援的。我只是在你面前太爱面子了。不过除此之外，我确实也有其他的考量。黄金的下落还不明确，那个地点又不在活动规划的区域内，贸然呼叫救援恐怕会泄露消息。现在这个岛上还有很多宝藏猎人在，让他们知道真有黄金存在的话，没准会引起更大的骚乱。我问了急救队的人，他是中枪了，而且失血过多。救援队的人是接到一对宝藏猎人的报警赶过去的。在营地紧急处理之后，他们会把王贤往大本营转移。我刚才在加密频道问过了，他遇到的人不是董和川，而是林大海。不，我猜林大海与王贤都是被董和川利用了。而且左然说，王贤还落了一件东西在冲突现场，林大海也受伤了。不着急，王贤的伤情处理需要时间，你先借此机会休息一下吧。等休整好，我们再赶往大本营。